他刚刚不是还被撞到吗？是不是很严重啊？啊，他只是没睡饱而已啦。啊，他去过医护室了吗？啊，对对，刚刚那个船员说有海上派对，要不然你们先去看，我去找机卷看他怎么样了。也好啊，那我们先去咯。啊，那我们 Happy 去咯。啊，女生好像你怎么能去啊？哎，对啊对啊，哎，你还是跟着我走吧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可是我国中背影都去你的房间，没什么办法。药的时候，我看到一瓶安眠药，奇怪，它怎么会是那种药呢？等等，去问他好了。